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儿附近的巡逻兵可是不少啊。 北漠人的东西，把这个北漠细作给我拿下！起来，大人，我不是细作，那个御班长是刚才揍我那个人留下的。你小子挺会编故事啊！这么名贵的班制，你不是细作也是小偷，给我带走！走，大人，走，大人。 老实点，退后，坐下，坐好了，站起来，进去，都给我老实点啊！